我先自我介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是发言人，你恭喜我，我请的。OK， 好，那等等，他的亲哥直接来哦，亲哥。哎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清俊，我现在在柯文哲竞选办公室服务，然后是负责社会力部门桃竹苗的一个督导工作。那今天来到这里，我跟你说，我其实参加了蛮多场的这个选择自由会，哇，今天来真的很不一样哎。至今为止哦，虽然这样讲有点得罪人，但是呢，这真的是规模最高的一场啊！不仅是场地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准备了很贴心很多的餐点饮料，让很多的贵客来宾们在这样的一个时段可以用一点餐，然后不会饿肚子。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。然后我看到那个场地啊、音响啊，还有这个歌曲的一些布置都非常的精心哦，精心设计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活动真的是很用心。我觉得办活动最难的就是面面俱到，这一场就是面面俱到。非常谢谢我们清俊哥对我们的肯定啊，谢谢。那想问一下清俊哥，那你来跟对我们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台湾选择自由会的来宾，或者是说团市长部的干部啊伙伴们，今天来帮上勉励几句啊。我其实常看到这个市党部的一个总动员总兵力，每一次的总动员人都有倍增的感觉，让我觉得整个白色军队那样的一个成军，让大家觉得气势很磅礴，所以要给市党部这个肯定，要给陈俊主委肯定，真的是算是整个党的发展的一个市党部，绝对是前段班。好，那最后面我们就跟着镜头跟我们的肯定，我们就是说的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加油加油，继续加油，选战2024唯一的选择柯文哲。好，谢谢。